的心中遗憾，我耐心等待一个属于我的张家刘爸我的身躯边。一旦我身躯边清醒，我绝对袂勉强。你就这样听好吧，这样保重。我让你买淡薄仔，结果方世杰甲张嘉玲就随出来啊！你到底在问嘛啥？我破病啊！我煞我吐血啊！我就是要死啊！啊，不过我无想要拖累任何人，不管你啊是嘉玲，我拢无想要拖累任何人。这个大人你有满意无？女神是谁？伊会想要去志成公司上班，都表示讲伊找无路啊。敢会当看在我面子上，好摸你卡些机会？资料用好你啊，你家己等去看。Yes， 没得。我不准你伫外面同食死哦。啊，老婆，我真正感觉你足过分、足超过。莫有大家心中遗憾，我耐心等待迄个属于我的张家刘爸我的身躯边。一旦我身躯边清醒，我绝对袂勉强。你就这样听好啊，这样保重。这间饭店哦，是阮妈后头厝那边的啦，住伫遐足安全的。查理公也加班，无法度过了。我姑姑收到这陌生简讯，讲查理人伫饭店，可是查理真正伫饭店，是要送去开房间。我让你买淡薄仔，结果方世杰甲张嘉玲就随出来啊！你到底在问嘛啥？我破病啊！我煞我吐血啊！我就是要死啊！啊，不过我无想要拖累任何人，不管你啊是嘉玲，我拢无想要拖累任何人。这个大人你有满意无？是怎人伫倒？敢搁伫公司加班？我当然是伫公司啊。那你就晚安了。笑。那是伊即马住伫遮，又搁伊讲迄个歹人走入来，你要甲带去倒？带去咱的新房是无？这样我就死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